如果有一天你目睹人在你的面前贩卖野生动物，你会怎么演？江户川，住手！干嘛呢？我要把他绳之以法。你不对，你应该是，你应该是噔噔噔噔噔噔。好，明天天。化妆。高嘉玲，快来抓他。嗯。为什么打电话去？演得好，演得好。你看见你的母亲入狱，可你并不相信他会做这样的事情，你会怎么办？小姐，我在这里合理告诉大家，遇到这种情况的话，一定寻求司法机关的合理申诉。对，他演的是个人。福尔摩斯演出来。娘亲，娘亲，孩儿不孝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。演得很好。